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这什么鬼？这是啊？左位呢？就一下午，我连个羽毛都没见。回家。这个吃的就得按理。拜托，回家。一条也没有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这什么鬼？这是？啊，左位呢？那车那个好，左位子都没有呢。你说，哇，这不奇怪了吗？这不，有烟呢。别笑。哎，有没有烟呢？转眼眼睛吧。这什么地方？这左位子的两回都没有了。有没有烟呢？这都没有，什么鬼？跟你说，这什么鬼呀？哎，有没有烟呢？坏了，打电话的，坏良心了。能干什么啊？爸，叫你不要来，叫你不要来，你不要来啊！你不是急掉吗？你说没有开过学来，天天掉，不用油钱开啊！哎，做个什么来？你钓几个鱼？钓几个鱼哦？起来过一桩，就做个就完事了。一个也没钓，一个没钓，连吃两个都一样。起来，我找。啥人找？我不管你上哪里找去，给我找来。开学了吗？啊，奇怪，一个人没有那个钓鱼，这作业都那都没有了，不小心飞了。你看不惯我钓完鱼来的，哎，作业没有了，粮票没有了，那都是没有的。你看他做没做？我看他做，现在都那没有了。你天天什么不说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怎么没有活？怎么没有？我死一招。走。干嘛给我死一招？我找。哎呀，干活怎么了？麻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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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气，咱找一找给你我不管你上哪里找，你找，你说找吧，找吧，啊，妈给你找，妈给你找，妈好，妈说你找不着家也不要来家给你我。
哎，行，你不要来钓，你不要来钓，这好了吗？鱼没钓上，这两个，哎，这两个多鱼，那个鱼毛都没看。